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。呀，忙活了半天，现在天气冷，东西太容易冷掉了。这个汤圆的个头要比一般的那种汤圆要大好多。大家红豆粥的话，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加水。如果想要吃稀一点的那种，就可以多放一点水；想要吃那种厚一点的，就少放点水。我的话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厚一点的。超喜欢吃这种硫磺蛋的。上面是黑胡椒汁。我今天比较嫩。
这个是五谷凤爪，这是一个小可爱寄给我的。它这个是有微辣、中辣、特辣三种，然后我要的这个是微辣的。它这个是酸酸甜甜辣辣的，我就喜欢这种有点酸甜口的。之前我有吃过那个柠檬凤爪，这个跟那个口味差不多，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，好吃。嗯，它这个去骨的吃起来特别方便，就不需要吐骨头了。把我的红豆汤圆给忘了，等一下冷了又不好吃。嗯，这上面我还撒了一些那个芝麻核桃粉，就更香了。它里面馅料挺多的。特别脆，很有嚼劲。大家牛排喜欢吃几分熟的？我的话一般都喜欢吃七分熟的。
点被那个芝麻粉呛到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天气冷了，大家要注意保暖。我真的是每天都背着一件大棉袄，但还是感觉快撑不着了，有点流鼻涕。那我们下期见。